这辆 Volvo 940车龄已经有15年以上了，在车主细心的照料之下，车况是非常的好。这一次进厂呢，主要是要更换这个变速箱的过滤网，希望在更换完之后呢，能减少换挡的一个顿挫感。OK， 那很多车款呢，在变速箱都有做一个过滤网的设计，不管是日系、美系或欧系的车辆，基本上70%的都有。好，那也常常为车主所忽略哈。更换之后呢，通常可以减少变速箱换挡的一个顿挫感，是非常有效的哦。有需要的话，欢迎跟我们联络，祥顺汽车，欢迎您的光临。